去边条街啦？跟我出门哦，免惊淋着雨啦。有乖无？我无骗你哈。啊！你要变嘛？变成大鸡的，变成小鸡，还是要找俺两个啦？啊！我身躯哦拢机关啦，大鸡哦唱袂调啦。我紧啦，啊你走就好啊，我紧。行啦，行。啊你拢袂拦着哈。我无要紧啦，你徛较去卖啦，啊，若无你等下人甲变成落汤鸡。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我看吼，无要紧啦，我是行外口啦，你早就好啦。泡一杯小的姜母茶要来给你啦。姜母茶？是啊，你拄只好好南干的淡落落啊。我回去房间了后，发现讲我包包下底有一包紫龙的姜母茶，我就紧泡来给你啉，你才袂看到啦。哦。哎、欸，等，新梅竟然会惊我挂掉，佫特别替我穿姜母茶来。啊，是讲你袂惯习啉这姜母茶啊？无啊！哦，只要你替我准备啊，我拢介意啉，我拢会习惯。那你多多啉，我等。啊！小啦，我先等你房间吼。啊！不，等。你有替我穿一杯烧的，我嘛要穿一杯烧给你啊，安尼唔才用的吼。唔免啦。无啦，啥物唔免？这叫做礼尚往来啊，对不？欸，我穿一杯烧，真紧啊！你去稍等下，无会歹势死尔哦。来，再坐，稍等下就好。这是吼？是欧油啊。我本来吼是要跟你穿哦，你上海你咪乌亮啦。啊，是讲今仔淋着吼，惊你寒着，我才跟你穿一杯烧的啦。我老婆讲我爱啉啦，要唔过你之前喝啉的迄乌亮哦，迄滋味我是愈啉愈介意啦。啊，唔知这烧的是唔是同款？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那熊熊要哭啊？无啦，我是吼，看你啉迄吼，乌药的表情吼，都参像当年吼，你啉我吼替你准备迄个咖啡，迄款反应吼，同款的啊。想不到经过这么多年吼，你啉我替你准备的咖啡的表情吼，拢无变的，拢同款的，我才足感动的啦，足感动的。歹势啦。你讲了，互足感动的。啊，我嘛知讲你讲的拢是事实。哎呀，不过我已经完全将咱过往迄段日子拢放袂记起啦，所以我无法度甲你有同款的感受。无要紧，你莫误会啦。只要吼咱即摆吼会当吼做阵做一件代志吼，我著做满足的啊啦。无啦，你莫误会啦，我是讲咱会当做阵啊。来找咱查某囝吼，啊查某囝找着吼，咱就一家团圆了，真个？你要跟我一家团圆哦？无啦，无勉强啦，我知影啦，经过这么多年哦，你拢未记起我啦。啊，虽然都我拢给你记掉掉，啊，不过无要紧，我只要看到吼，你跟吼咱查某囝团圆吼，啊，恁两个感情好，我就足欢喜的啦。这个孙北海看起来虽然是皮皮啊，也毋过听讲，伊到这时拢无结婚，啊，讲到对我甲珊珊的感情，佫这么坚持，很偏啊，我对一点仔印象都无。啊，你来，你甲看，啊，你是想到什么心？哦，
无啦，我就啊，我是看到你小猪的尿啊，刚才要落去啊。嗯。我还记得这饭店内底拖啊有准备的尖酸阿爸，我来找看卖哈。虽然安尼讲起来吼，也是真歹势啦。我至少会当阁加看些物一睏啊俩。好啊，来，我替你提尿啊。哦，我来内面烫些衫吼。啊，唔免麻烦啦，我直接提就好啊。啊。仙妹，以前你嘛安尼常常伫替我提尿啊俩。大概你为我做遐哦，我拢感觉足幸福的。仙妹啊，嗯。哎呦！你想要怎样？我跟你讲，我已经跟你放袂记记啦。你跟想要占我便宜哦？无啦，仙妹，我唔是要占你的便宜啦。你啊，你想看卖？啊，经过这么多年吼。你甲我放袂记的，但是我无呢，我甲你记条条呢。啊，现在想着吼，咱来重逢吼，我想着讲你的记忆吼，拢去用抹掉吼，我着做遗憾的，啊，做唔甘的，你知无？好啦，总共一句吼，是我做唔对啦，我甲你回失的啦，还是啦。心胸，所以阮才这么痛苦。然后，把负了伊心胸的魂就走出来。刚刚，拄则我无说你用一杯英雄水给我家己啉，像我这样痛苦。所以，我的身躯内底，毛摆一条魂。咱两个人之间有一种真歹关系，这就参照别人咧讲的，冥冥之中是命运牵着我来这找你的迄种感觉。敢讲你看到我，拢无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嗯，什么啊？请你注重，你名声有偌歹啊，拢同人知啊。你以免把脑筋动在我的身上，而且我已经结婚了，所以你遐个步骤对我来讲完全无效。你安尼就要走啊？我话就还未开始讲诶。那就放开，阿若无小等，你也真歹看。干嘛呢？我哪会感觉歹看的人会是你？江英团，你是要别讲啥？大家拢知影我是江启勇，江英团这个人早就无存在。你唔免想要骗我，我知影你就是江英。因为我的身躯顶有恁爸爸的一条魂，所以我才有法度感应到，在你的身躯顶，你嘛有恁爸爸的一条。你家己的骨骼搜出来啊，阁想要骗我？你敢会感觉你家己讲了受害，根本无人会相信你讲的话？我无差，
只要你相信我就好啊，别人安怎想我拢不要紧。是讲我发现一件真趣味的代志。虽然哦，恁家恁爸是亲爸仔仔，也毋过恁两个人个性完全无同。你比起恁爸哦，你更加高义。阿什么啊？你到底要创啥？当然哦，是想要找你合作啊。是谁嘞？虽然我不知道是怎样，你爸一条分票会在我家，但不过我感觉会出来，他是看不惯是你爸粗残的做法，所以才会想要催化杀动我来对付你爸的关系。而且你不是也一样想要反抗你爸的命令，那呢，咱两个做伙联手，不是真好？我哪有安尼想？因为我知影你身躯顶的分片在想啥。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样为姜启勇变成共英团，要不过一定是因为感动性思念他的后生那种私心所造成。你爸就是这么自私的人，你现在若是没有他的一条魂魄，你同样是一个没灵魂的外星人。这不是我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意志，我有想要做的事情，想要保护的人，任何人都无法度强迫我做我无想要做的事情。袂歹，你真有气魄嘛！我希望你会当继续保持落去。虽然讲你即摆的分别有淡薄仔恋爱脑，啊，不过嘛不要紧啊，上无你袂去害人。假使讲有一天江道成爱你做出伤害人的代志，唔知你安怎选择？你是会乖乖听伊的话，还是会反抗？你不爱走是吗？那我来走。哎呀，你回去哦，卖这么多啊，电影团。你早晚会想通，跟我合作，才会当保护你所爱的人唯一的办法。这杯酒，由你请哦。毕竟你嘛知影我无在趁钱。姜总裁，我想你应该袂跟我计较。你哦，就偷偷想看卖我的建议，我会再来找你。太不当，搞笑了。